你以前性格一直是这样的状态的吗？很慢。是吗？以前也是这样，一直是这样。我觉得没有很慢了，还好。没有吗？还好。可是你很快啊。我不太稳定。不太稳定是什么？就是时快时慢，时快时慢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那就说我是一个很不太稳定的人，情绪跟很多事情啊，处理事情啊，方式啊，变来变去。那你是不是应该需要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在身边？应该是。你觉得呢？不知道。我觉得好可爱。不了解，不太了解。